姐妹们，今天画个有手就会的数字蛋糕，看完你不会来找我。这是一封离别信，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。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，你对我像忽冷忽热，我到底是亲人还是朋友？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？ That's why I'm letting go，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，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，但你却不懂。 I'm letting go。